各抓住各间的台阶，大家晚安。向师傅晚安。啊，首先呢，感谢咱啊老哥的恩典，啊，咱做出的付出，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人的台阶加持，啊，咱父老先人过海开大路大医生，啊，一边呢，咱新的呢，李叔大仙，啊，以及咱先人，啊，咱这本书呢。啊！伊就咱过前面大家高兴的到他，啊，是我来今仔日叫这个机会，啊，来到咱啊，咱遐里去庄严的地方，一旦呢，甲大家共享咱一碗真滴甜粥，所以讲啊，咱这粥呢，所以讲非常的尊贵。啊，在这个啊学习的当中呢，啊，咱们有所不足啦，吼，啊，希望啊，咱过前面大家呢。但都都包含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借着这个因缘，吼，就是咱啊，中秋呢，这个吼，就有讲述今天我去大陆啦，吼，啊，顺丰吼，有些半点钟的，吼，诶，这个当初呢，就由何汉来，吼，代理人呢。顺丰呢，今天呢，还了解这个道，吼。啊，这个道村，咱今仔日呢有这个机会啦吼，啊，来到咱这个庄严的活动，会当融资一动啦吼，所以讲这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代志，吼，咱呢一般呢，吼，在这世间啦吼，但是啊一般所参与到的，不能讲你是参加到吼，啊，一般的吼，啥物吼，啥物聚会啦吼，还是啥物暗会吼。这是一般的吼、哦，一个算讲吼，大家聚会一个聚会尔。但是咱今仔日呢吼，是这个活动吼，就是无同款吼。今仔日呢吼，啊，在咱的活动的当中呢吼，有诸菩萨呢，甲咱加持，甲咱扶持，吼。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，吼，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吼，有当来活动吼，会使讲吼，能够讲吼，得一个。好的道理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人讲啥物上无少，吼、哦，讲时间上无少啦，吼、哦，时间上无少。但是呢，你若拄到时候倒转来，咱讲时间上无少，其实呢，时间呢，吼、哦，是足有少的啦，吼、哦。咱呢，你啊看吼，日头呢，拢是东边出，啊，暗头啊，就是西边落去，吼、哦，这时间拢不断。一只咧吼，安尼吼运转啦，所以讲呢，伊时间呢吼，互咱看要安怎去用遐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吼，会使讲呢吼，啊，有这个缘分啦吼，来到这个活动哦，叫一个结缘多啦吼，就是要来教咱大家结一个缘吼。第一趴吼，伊只拢做多一趴呢啦吼，伊讲佛堂呢吼。技术多哦，谈笑包万有。若是你到佛堂来了哦，收获特别多。汉树天伦卦了哦，天象不相割，宇宙妙地的真善美，这里已包括了哦。从看的看，说的说了，谈到眼里真不错，请你的朋友一起来佛堂来做客了哈。你讲恁听见没有？会当呢去问着这个大哥吼，寻思一次吼，寻思着咱的，通过讲咱的良心吼、哦、本性已经找着啊。所以讲咱今仔日呢，在修学道的过程呢吼，当然咱今仔日呢吼、哦，一定寻思一次啦，找着咱的吼、哦，咱的本性吼，判断的良心本性已经找到上来。所以讲，为虾米呢？吼，咱今仔日吼，在座火船到万佛聚集啦，吼，啊，为着众生兄弟姊妹，啊，大家拢爱做培养。你看咱的吼道具呢，吼，开发家己，吼，伊对是吼，就越南啦，啊，大陆、香港，吼，包括着各国啦，吼，拢着为着啥？为着度化着众生。所以讲呢，为虾米呢？哦，咱讲佛堂艺术多。哦，这意呢吼、哦，是会使讲非常殊胜的一件代志啦。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呢，吼、哦，虽然讲做无用，
哦，但是咱无用啥，咱就是咧无用咱的生死大事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，哦，今仔日的无用和普通的一般的无用是无同款啦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，哦，在道中的付出，哦，尤其是咱的，哦，啊，咱组长，哦，也是咱的摊主，哦，啊，大家拢在伫咱无用，为着啥？为着要度化众生，所以讲晒人啦，哦，还是清心。也是咱道中吼，是我带咱做的头路的，生足济足济就对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呢，会当来到佛堂吼，坐这宝贵的两点钟呢吼，其实呢吼，咱也是咧为善修啦吼，为咱家己啦，为咱家己。所以讲呢，佛堂艺术都足济足济，包括着做摊主吼，伊的付出嘛，吼足大啦。我摊主呢，为着咱要开这个班次。为着咧，互咱众生也是姊妹呢吼，大家呢吼，这条生死的这条路啦吼，算讲伊付出有偌大，有够大，够大。啊，伊无，伊虽然讲做无用的，但是伊敢会吼，心敢会惯用，伊袂啊，伊拢渐渐啊咧做，渐渐啊付出吼。所以讲呢，佛堂艺术都足济了解，咱只有抱着这点的欢喜心去做呢吼。难怪讲上天呢袂辜负咱啦吼。讲谈笑呢，包万咯，所以讲呢，咱来到这个佛堂呢，咱要抱着欢喜的心啦吼，欢喜的心，抱着感恩的心吼，来到佛堂呢，咱可能讲吼爱笑头笑面啦吼，爱欢喜心啦，所以讲呢，谈笑包万咯，咱这道呢吼，在咱的宇宙当中呢是包罗万象啦吼，包罗万象，所以讲呢。就是，若是你到佛堂来呢，收获特别多。那是你到呢佛堂来呢，收获特别多。所以讲，咱到佛堂呢，咱是听真理啦。哦，对咱来讲呢，吼，收获很多啦，吼，收获足济啦，吼。所以讲，咱若伫外口呢，吼，咱讲讲伫外口所学的，咱讲饮酒食吃呢，吼，钱物食吃啦，吼。你若伫外口所接触的呢，吼，你若外表做伙。人工会有做会挂掉呢，会挂掉呢。人工你啊，含啊食烧酒的做伙呢吼，你会使会啉烧酒啦。所以讲呢，你若无歹个，就变歹去。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到佛堂呢吼，咱是咧听真理，吼，那就咱诶贵族圣人所教的来去真理，咱就是咧阿佛的脚步啦吼。所以讲呢，收获特别多。哦，咱来听一寡，这钱你会当做足济啦。哦，相信在座呢，你会当去甲体悟。咱在遐个娱乐多进程呢，吼、哦，你的心呢是抱着啥物的心？哦，等到你娱乐多了后，在这个修办多这几十年，哦，的当中呢，吼、哦，你会当回光返照，哦，反映家己自己啦，吼、哦。其实呢，你甲了解者，咱会改变足济啦，足济，你到底会改变。所以讲呢。我们的收获呢特别多，哦，看似天伦卦啦，吼，天相不相合。你看的哦，虽然讲咱的人哦，看到袂散啦，吼，但是呢，在骨的心境咧看这个，吼，这个众生也是亲爱的，伊就是啥呢？吼，天伦卦就讲，伊也是安尼，做人啊快乐的。无有啥物哦，咱像咱汉家咧讲的讲，即个重要啦吼。咱固定看的境界就是安尼咧，所以讲咱今仔来到佛堂咧，你毋通甲看讲啊佛堂也无啥啊，其实咧吼，即拢是做过大个所在咧，咱肉眼看袂到啦吼。所以讲咧吼，咱今仔日吼，若无着佛刹咧，想去做一个新的到佛堂咧，你会感觉讲安尼过得吼，安尼真自在真快乐，天相故乡歌。过用的歌安尼啦，安尼过家乡安尼，而且呢是非常的快乐，也非常的好嘞吼。而且像咱来这世间来讲，说一个卡拉 OK 吼，还是轻松一个尔吼，轻松互相歌吼。宇宙呢妙地真善美，这里包括了吼，所以讲宇宙吼，宇宙为妙地的真善美，宇宙间呐吼，的妙地，来讲呢，咱先所甲你讲的吼。所甲恁讲的，迄所描述出来的这精神力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的吼用心本性啊，咱的真心哦，吼内底呢吼，就是有这个真善的，
吼，咱的佛性就是诸佛不动的哦的本心嘛吼、哦，所以讲伊作善啊作水的就对，吼、哦，伊讲宇宙庙去增上名字，包括啦吼，所以才一定包括着吼，那小丹伫迄个上面，咱讲讲，那属于天堂安尼同款的吼，遐尔啊水吼，遐尔啊美丽吼，遐尔啊新鲜啦吼，就是讲咱的佛性吼。哦就是有诶，本性诶吼，就是真善美，迄、那个所在上界吼，人个人讲吼纯净啦吼，啊无欲念吼，叫做咧真善美的讲咱诶用心本性啦吼，遐上界是上界好，特别好。伊讲看着咱诶所得所，难道眼里真不错啦？请你的朋友一起来佛堂来做客，吼、哦，佛堂来做客啦。所以讲，咱今仔日来吼，啊，去闻到这禅道，吼，咱今仔虽然讲，吼，就是新道心啦，吼，当作是老菩萨，但是呢，咱今仔日呢，嘛甲当作讲，我今仔日，吼，来学堂是咧做客，吼，但是客含普通的客是无同，咱来一般讲去人到佚佗呢，讲，啊，我来去遐做客，吼，啊，去遐有请食的，啊，咱就做一人客饭啦，这无同啦，咱今仔是呢。哦，未来佛，吼、哦，未来佛的这个以后就是咱啊，今仔日咱心情真好，以后咱是老母娘家，吼、哦，就是众生的回客啦。啊，咱一般来讲在佛堂内，你坐客听听，啊，就同时就，吼、哦，都布施啊，都刷掉，这无同款。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呢哦，请你的朋友一起来佛堂来做客。就是讲呢，咱今仔日先做亲哦，那是把当初讲爱打大名。那小人客，等等你呢吼，了解到咱的真理了后吼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心境就不同啦吼。所以讲，这是咱咧简单甲咱做一下吼，吼、哦，做一下简单的吼，结缘好啦吼。啊，一只咧吼，真袂错吼。有只有多有少吼，咱会当看得起，看得看得起切啦。这条就是咱的小城故事啦吼。哦来
声音比较变成Yeah.
天气够大，佛堂就爱搁啊全人去叩首。各位点暖师去叩首。这是咱佛堂咧参拜，搁一遍啊，搁去做一遍。哦，咱若去到大佛堂，普通啦，拢持供、持供、持供，安尼三持供，了后佫甲前两一持供，各位点燃、点燃出一持供，安尼拄啊爱五个就对啦。啊，咱若做就是安尼标准的吼，你佫看一下哈。这拢基本的，咱拢爱学啦吼，甚至参持者开始安尼吼。咱若拄好有大家去到咱佛堂吼，啊，大家拄好拜堂啊，大家拄好做伙吼，安尼。最后呢，就祝咱大家的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